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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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大快乐的对面，陈教授一面，恭喜你，恭喜啊！哎呀，坏，周先生，哎，周先生，谢谢，恭喜你，再过一会儿你的份子就给你献花，接着就上台，恭喜恭喜花，谁想出来的主意啊？不是紧的，真是你的份子啊！女学生斯斯文文的，等你很久了，啊？你好，怎么那么巧？哇，你好，怎么那么巧？ 好好，我知道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有飞碟啊！没有啊，各位，为了庆祝我们第50间分店开张，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个新的套餐。 时辰写好了，可以请灶君进厨房了。现在呢，我趁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想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唐朝新推出的刻骨铭心初恋经营情侣套餐。孔子跟耶稣都说过，初恋无限美，所以我特别选这个题材，再加上高贵的材料，每份套餐只卖99.99，100块都不到，可怜了。随餐再送你印花一个。 只要几百五个印花，再加99.99，就可以换到刻骨铭心的骨头项链坠子。这个坠子因为经过我食神的开光，所以对于年轻人谈恋爱有妙不可言的功效啊！加上印度神用一起用，更是炉火添翼啊！<笑><笑>现在请食神示范套餐的泡制过程。哎，献丑是免不了的，要是做的不好呢，请大家不要见笑。哎，你要做不好，还称什么食神呢？嗯，哎，好啊，好啊。 首先，我要重金礼聘一对热恋当中的猪，趁他们不注意抽他们的血，再用他们的血，就是猪红了。哎，是浓情化不开的猪，怎么了？见到同类的血，你心里面有点不舒服是不是？<笑>然后我把他们的皮炸成金黄色，猪皮。哎，是亲笔精煎的炸猪皮，猪皮就是猪皮。 再将一生只恋爱过一次的巴黎酒桂鱼的鱼肉打成鱼丸，再放在印度的感情咖喱上面。咖喱鱼丸，猪红猪皮鱼丸，那还有没有萝卜？嗨，你多什么嘴啊！这里用不着你，你给我出去招客人。说起来，当然少不了代表天长地久的韩国野生萝卜，再加上一条荡气回肠的猪大肠。 再铺在恩爱缠绵的面条上面，就是一家团聚，成为一碗街边的杂碎面。杂碎面，这碗面卖99.99，过不过分呢？哎，不过一碗杂碎面能够做的这么好吃，也不容易，因为越简单的东西越难做的好吃。啊，所以了，那你意义就在这里。好，我就尝尝你做的杂碎面。 怎么样？咖喱鱼丸没鱼味，又没咖喱味，失败。猪皮煮的太烂，没嚼头，失败。猪红松扑扑的一夹就散，失败。萝卜没挑过，筋太多，失败。那最离谱的就是大肠，完全没有洗干净，还一块屎，你又没搞错啊你？肮脏的，你太坏了。
底我是吃蛇还是你是吃蛇的？给我下台去吧！你这么做生意有没有良心啊？保安，保安。骨头啊！每天晚上我们就要从垃圾桶里面捡回多少？你敢用它来卖钱？你这么骗顾客，我实在看不过去了！我再也不会帮你做这种事了！你算什么食神呢？你懂不懂烧菜呀？你会不会拿铲子？你会不会拿刀啊？等等，我走心。哎，人家问你的问题，你回答完了再走。什么？啊？你有种！你根本不配叫食神！我不会跟你一般见识，你省省力气吧。你连在街边卖杂碎面的不够资格。对不起，你已经不是本集团的人，你再在这无理取闹，我就叫警察。你没有资格在我面前说话，我才是食神。你就连给我提鞋你都不够资格。你想整我？我不怕你。来啊来啊，我告诉你，相不相信我杀了你全家。你吓唬我没用的。有人在这捣乱，开始来。有种你就拿起刀证明给大家看你会做菜，笨蛋。我不会。身为一个厨师，你连拿刀的力量都没有。让我唐牛来教你怎么样做一碗好的杂碎面。花心思的，一字记之曰心，我才是真正的食神。